各位晚安。然后刚刚村长已经介绍过我了，我叫做达海。那我本身是高雄人，然后就是大学的时候在台东念书，然后就认识了村长啊跟杰仁哥这样子。然后毕业之后就在台北工作嘛，然后其实我很喜欢台东，因为我觉得台东很舒服，在这边生活很舒服。然后对我来说，台东就像我另外一个家乡一样，所以我其实有空的时候都会回来这边走走晃晃这样子，对吧？然后今天会带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听，那里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创作分享给你们听这样子，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我所带来的歌曲。那首先呢的要带的第一首歌曲叫做《路过》，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我觉得《路过》这个歌名就是太很有感觉，就觉得好像我们人生都会跟很多人擦肩而过，而这些路过的人，可能是朋友，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情人或什么的。那因为这些很多的路过，让我们生命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然后让我们生命变得很丰富，很多很精彩这样子。好，那这首歌《路过》就分享给大家听 ，OK。是谁在唱歌，这样的微弱，我看着你的脸，什么也没说，点灯只是路过，是谁在敲门？陌生的脸孔，我看着你的脸，什么也没说。人的花香在指尖上停留，你说只是路过，只是路过，不要再问。
是谁在敲门？陌生的脸孔，我看着你的脸，什么也没说，点的谢谢，这首歌叫做路过。那其实这首歌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音乐人叫做伊利高路的歌曲。那